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哦 ，no！ 这是什么？要跑步吗？这是干嘛？哎，你干啥呀？哎，你干啥呀？哦，我按的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们的弹珠怎么变大颗了？要排球呢？你组长了？这也太吓人了吧！ 在上一项任务当中，大家应该对更强有了概念。接下来是一场更快的比拼，更快的比拼。请来领取任务卡。我们队最快的人回家生孩子去了。快步流星，两队轮流派人挑战。成员选择要挑战的距离，按下按钮，球开始下落。成员在球落地前接到球，则挑战成功，每人有两次挑战机会。 取个人最好的成绩，进入团队总成绩。最终两队总成绩更好的队伍获胜。这跑步的这是，我不行。这不就是那个高的墙上吗？真是跺脚，就要爆发力冲。怎么可能？差太多了，接不到了，输了，落地了，差好多。 我想说那个二十一米是给谁准备的？苏炳添也不行了。看来在导演组有人接着过来。你们测试最近多少米？10米挺难的，我们只有一个人接住了一次。摸到手就算吗？不算，要接住。那我就主要是往帅这块整了啊。哎，那可以有助跑吗？ 可以啊，可以。哦，那可以助跑有机会，但是你跑到那儿必须摁一下。对，那你摁一下不就要停了吗？边摁边跑，因为你太近，你速度不够快啊。它是要边加尾速的。哇哇哇！差不多可以。 在大家面前的MC芒果燕麦特权台上是弹珠跳远比赛，红色弹珠代表兄弟队，蓝色弹珠代表冠军队。如果红色弹珠跑得更远，那么兄弟团可以获得一项MC特权，帮助你们获得胜利；否则，双方需要公平较量。好，这一轮兄弟团的特权是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一位成员。 跑出了全场唯一的最好成绩，那么兄弟队就可以获得胜利。哇哦，来吧，来了，赶紧把红色放中间一点嘛，给我们助力啊，安慕希，来，冲！你这。 就一颗独苗，虽然实力不够强，但是你这命运老是受到眷顾。谁先来？你们先来吧。冠军们先来。我先来个9米吧。大勋9米啊？你选9米啊？你对自己是有什么误解吗？靠！我选9米，我选择9米。加油！冠军队大勋第一次挑战，3、2、1。 冲起来！冠军队大勋第一次挑战，3、2、1。冲起来！冲起来！冲起来！ 太轻松了吧？太轻松了，可以呀！好，这么快呀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觉得可以挑战11米。11米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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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勋，你再退一点点，11米要再比刚才要快很多。10米挺难的，我们就一个人接住一次。来了。 差一点，11太远了，9米可以了。
九米他们就赢不了。哎呦我这给你能的是咸鱼，好不容易翻身一把。接下来轮到兄弟队出战。周深，周深上。我不行了，要不夏天先去。我别我赢，我输了也影响咱气势。来吧来吧，我吧。几米？十一米啊。十一米，我有病啊！我十一米，我是七还是六？没有了，你这样冲一下看看，来你拍一次。你今天的战术就是消耗。不是，我是帮助你告诉你，我觉得你八比较有机会，冲一次看看。我觉得九你都可以。我先八吧，不行就七。加油！加油！主持人加油！加油！锁喉了，直接一球封喉，一球封喉，那个球啪。九米要不要挑战？跟他一样。为了瞧不起你，我要努力一下九米。十米吧，九点五，九米二，过二十公分也是赢，九米一，九米一没毛病。有这个算法吗？有九米一这个算法吗？有。我们想看你赢过魏大勋，你这就激起了我的斗志了。别太拼了，身体也要紧。发力看球，发力看球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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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力看球，加油加油加油。这么恨我，可以，优秀优秀，九米一可以，帅帅帅。我给你打个样吧。好啊，好来，打个样，打个样，来。几米啊？他肯定多。不，你用尽全力，你都可以。我觉得你开始开把可以十一。你可以的。你在陆地上就是百米选手，你不要忘了，好不好？知道。加油！行吗？冲起来！加油！哇！厉害！厉害厉害！他是真的快，他跟个火箭一样。太棒了！就是这样，他帅。跑好快！厉害！你想再往后一点吗？对啊。他想再往后一点试试。哎，给我试个十二吧。可以啊。运动员就想挑战自己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来，加油。高廷宇，十二米挑战，请准备。加油！就是跑。怎么摔了？冲冲！少林足球，没有那个滑了有点，哎、就是太着急了，太着急了，没事。不是你这前扑动作特别标准，对，我以为你是打算打排球这样接，真的好标准的前扑动作。他是滑了一下。下一位，沙哥 ，Are you ready? Let's go, come on.激活你的臀部肌肉。哎呀妈呀，打手了！我没什么信心，先给我来个六米吧。超纲了吧，哥？六米太少了，沙丁，七米吧。奔跑吧，奔跑吧，从八开始奔跑。沙一哥，奔跑吧。奔跑吧，奔跑吧，奔跑吧，沙一哥。奔跑吧，奔跑吧，奔跑吧。七米吧，七米是吧？七米，七米，七米，马将，马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喂！加油！快！喂！
点，十米，哥，十米，十米，大哥十一米，十二米，九米，九米，九米有点悬。大哥十二，十二，那这竟然起哄了，十二，八米五，八米五，沙溢，沙溢，一心一意，你这得现编口号。冲冲冲，沙溢哥，奔跑吧！冲冲起来！对，发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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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，加油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刹车了突然。走，冲！对，有了。对，哎呀！我还是技巧类的人呢，拿脸接球啊！我在用生命接球，我这样。白鹿白鹿，陪你一路。冲起来！行行，冲！发力发力 ，Go Go！ 你腿太长，要到那边助跑。不是到头了是吗？加油！加！我太轻松了吧？我感觉他没使劲呢。他手长，他先到那儿。对，我先到手。比一下手长，看手长，看到没有？他手比你多一个。哇！再比一下腿长。好难过。我去吧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加油 ！Baby 第一次挑战七米，请准备。冲！加油！哇！啊有啊！你完全可以的，你再来一次。可以接到，可以接到，可以吗？你再推一点点，因为我刚看你，你自己有一个打滑步，就跑步之前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每一次都同手同脚，他每次跑步都是这样，同手同脚，然后倒一步。BB， 你顺拐了。BB， 你顺拐了。顺拐了，不行，我就这样能起步。这样是，他不会，他真的不会。你让他这样的话，他马上就跑成这样。你知不知道那个军训比赛的时候，有好多人就是那种，对，试一次，试一次，试一次，被你试一次。OK OK， 好，那你顺其自然就好。上。不行不行，改过来，有事改过来，你还不会，你改过来真的不会，试一次，改过来，我笑不出眼泪了，哎呀，你给他笑没力气了，快加油，不要管他，好，来 ，baby， 请准备，3、2、1，冲冲，加油，可以，同手同脚也可以的。你要证明给他们看，起点起出发前同手同脚是能倒过来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协调的。目前场上两队的成绩是：兄弟队总计31.1米，冠军队总计37米。太强了！成功与失败只在于最后的那0.1。好，接下来轮到冠军队派出下一位队员。金哥来，金哥来。你们平时练跑步吗，小军？不跑步。你们不跑，不练，你们全是那种无氧训练吧？金哥几米啊？9米，九米，九米。九米先打底。九米吧。可以的。李小军第一次挑战9米，请准备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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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打乱我们的节奏。又来，你直接来吧啊！小军每次想的一吹哨都是这个，想拿起来。军哥跑步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是。给小军拿点粉过来去，拿点粉抹个粉吧。得擦擦手，拿先搓个手。无实物表演，冲对，冲对，漂亮！
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金哥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，爆发力太强了！出啊！出啊！哇！太轻松了。男人嘛，基本的九米，基本的九米。老人七米九，老男人七米，男人嘛，基本的九米。来，还有谁？啊？不是说你先啊？我想看看他怎么跑。哦，可以啊，我们都一样嘛，我来跑一下也可以。有没有人像十一米成功的？有十一，他成功了。成功了吗？哦，他成功。全场只有一个人成功，现在。那我十一米，行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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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厉害了，我的毛都立起来了。还要吗？十一米五，你十二吧。十二我觉得有点难，十一点五。十一点五，我就觉得可以试一下。好，试试看。十一点五米，全场最高成绩。现在，挑战距离十一点五米，请准备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开着就行。快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达不到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锤哥，锤哥，锤哥心想：不对，我应该先来的。我觉得十一米五可能我跑不到。我觉得你试试十一，我觉得你不行。啊？是队友该说这样的话吗？我觉得你一定可以。陈，你先跑看看。我就大概知道，十一米五，你先跑一个短一点的，你不要那么压力那么大。这个太阳是有准备而来呀，这十一米五啊！我的天哪！加油！加油！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米，差一米，这应该从十开始，我觉得十差不多了，十一吧，十一吧，先保个成绩，那你就十啊，你就十，十又有速度，还不丢面子，成哥还能赢，一箭三雕，你先保个成绩，对，先保个成绩。我觉得十一行，你跑吧。九或者十吧。要不然奔跑吧，你跑八吧。十先保个成绩。十保个成绩。保个成绩吧。谁第十季跑个十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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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对专注，对。太难了。哦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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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来，还有谁？坤儿上，十一米，你不要挑战十一吗？试一下，挑战一个十一开始，加油，可以。加油，来，加油。
以。十一，这局要凉啊！这局啊啊！你们十一没搞住，没抱住啊？十一没抱住，没事啊。我们现在两队的差距是兄弟队目前总计52.1米，离冠军队的总分57米，还差4.9米。如果兄弟队想要获胜，必须跑出超过冠军队最好成绩11米的成绩，才能触发特权取得胜利。哎呦，哦，哇，我们有个特权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11.5也行，11.5能拼拼看，但是有点要再冲快一点，因为为什么？是因为助跑距离就缩短。那我要不要近一点？稍微近一点。也哎，仿佛有点篮球的架势，你眼熟。这个场景，是不是你们在哪个时刻重复过这一段？对，好像有过这一段。这胜负欲啊，这该死的自尊心。啪！这个还是可以的，让他们去吧。挑战距离11.5米，请准备。距离11.5米，请准备。他这接的真棒，他爆发力太好了，他爆发力好，最后拿手指头接到的。哎，坤儿，你整整头啊，头顶你就背。两队最终的成绩是兄弟队52.6米，冠军队57米。但是因为蔡徐坤跑出了全场最好成绩11.5米，成功激活 MC 特权，所以这一轮获胜的是兄弟队。我这个呀、啊。我这个成绩纯属战术性失误，我怎么得8米能接着吧？你这就是失误，战术性失误，全方面失误。兄弟团在这一项比拼当中获得了胜利，恭喜！耶、yeah. ！你们每位成员可以获得2颗弹珠。Yeah.